去其他地方。这样你去外面买哦。如果你那时要叫我去跟你买淘宝，这样那时是因为你自己信任我吗？不关我的事情啊，那是你自己选择信任我、啊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可以走吗？你一直在里面做什么？你到底是怎样？你是怎样？对呀、啊，你现在是不讲道理，你也是管不得。那要是你就是这样子就。我是米斯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为什么那个 camera 要set 到这样？ set 到这样呢，你们就知道我要来拍 prank 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请来一个嘉宾来跟我一起拍，来欢迎一下你。来，现在在外面跟大家就是喝酒啦、聚会啦、baby 啦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想到一个东西，就是刚才我们聊天，突然间就想了。我们有聊天，我们就想到，哎，如果我们两个吵架的话哦，我们的男朋友会是什么反应？因为女生吵架真的是很狂野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在演戏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我的房间呐、啊，然后过后我们就在那边坐着等，我们按电话按到 Ryan 进来，当 Ryan 一进来，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计划了，所以就看是怎样啦。OK， 我们 ready 没有？影后来， okay. 来影后。演员了 ，OK， 所以 Let's go。哎，淘宝东西要买哦，是今天看哦。啊，真的没有去了没？真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比你，香你啊啊啊啊啊啊！我问你，怎么你在这里？我们要看淘宝，又看淘宝，那你们买不够啊？女生永远不会买够啊！对喽，那惨了喽，这样子，乱呢房间。你咋啦？吵那么多？还有两三天就回了哦，过久啊。最后一天才涨啊？已经了喽，最后一天涨。不然，打包那边。是啊。怕死。太习惯了。你比我那个防晒耶喂，不是要锁那你懂你找啊？我给了你哦。真的要买淘宝没？可是你要买啊，又到不到哎。可以的啦，一定可以到了。哎呀，你买什么都会到啦，看。可是你看我们来这边，那时候讲买，我们也是买了，也没有到哎。我们现在在北京第二天了嘞。那时候太恩明是要买，一个星期都没有到。你真的到不到怎么办哦？我钱又花在那边了。没谁呀、啊，带不到。我不借你啊。是我想穿不了我喽，到那边，我一个小皮到了。有时候物流的问题没办法。现在很多人买一定 game 的，哎，给我呀，不是我。尽量哦，尽量催他。啊，我们都没有讲要买，是你一直讲可以买的，所以我才买。你买就想要每个人都买美美的衣服过去吗？可是我们买的都是泳装，我们都没有去 KL 那里，可能会去游泳池，都是在海边拍嘛。如果这次没有到的话，腿要去 KL 才到的话，就是浪费钱。什么？别啊，下次穿啊。下次是几时？不知道是几时。哎呀，两块去海边的啦，中午摇一下屁股就去了，巧吗？个人也是保证我可以到嘛，但也没有想到那物流这样子。那怎样？你们买的吧？就是买了，买便宜，所以都不买就买了，你能讲？你不可以拿去抢，有点浪费啊。不是讲留给下一次哦，不浪费不浪费了吗？你就知道我喽，我要买一个东西，我要又想，然后现在又到不到的话，我就有点憋气啊。那这样子你也不能怪嘛。对哟、哦。可是我就是不爽哦。没有不爽啊，没有下次买后车哦，没有后车大后车。哎呀，给你你直接去海边，一定有人卖的嘛，不是吗？这丑。有美的比较贵吧，嘛在那边。贵也丑哦。那你之前也不是一样的那种。这个还是比基尼。不是，这个是比基尼、啊。你这边是玩我衣服嘛？我帮你折哎，帮你玩。你放回去嘛，切了咯，太咸了，讲到我会倒了，就讲可以倒。你是你不会这样子的嘞，人家辛辛苦苦跟你追了整个礼拜哎，他没有到也不能怪我嘛。可是你是跟我保证，就是好像我们那时候一起买这样子，你是保证讲会到，所以我们全部人才讲 OK 咯，这样就。
就可以这样子。对，他是真的会到，可是现在是送来两高位，没有办法。送来两高位跟送去 KL 没有差别啊，他们就是这样送过来，可是现在就到不到啊。过去 KL 的时候直接到 KL 的，本来是到 KL， KL 一定会先拿到的。可是那边是讲哦，我们问你的时候，你现在可以到，一定会到在这边。他一个保证可以到，可是我也不能。OK， 你没有事，没有事，你买下次穿哦，你有东西。所以你现在是怎样？你现在是要帮他是吗？我不用再帮他，我是在告诉你，如果给我 shut up， OK？ 我在跟你讲话，可以跟你这边 king 东西 OK？ 你都会要插嘴，脏你的东西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些物流是不可以当的，可是那时候就是我们一直有想，他真的到时候是你一直恐怖，就是好像有点给我们信心这样讲，哦，是一定会到的。可是现在已经这样多天了，都还没有到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很多的意外是没有办法是什么的嘛？因为我试过这样多次，他真的就是在那期间到。可是这一次因为自然高运没有的直送，可是又有新货，我的衣服已经带到满了，我衣服又带少，我因为没有泳装，就一个泳装我今天拍了，然后明天后天我们去海边怎样哦？行，那时候又是你一直讲可以恐慌恐慌，够不了米斯。我已经很辛苦帮你们从淘宝上订完，而且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的。我真的没有讲到好像我应该要去负责这个事情，没有吗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讲哦，我不要买淘宝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冷静啊，可以不用紧不用紧，淘宝吧，没有，真的是淘宝衣服吧，不要理他哦。你不知道 ，OK？ 我们在听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你不知道，你不要讲你知道， okay， 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不要吵这样多 ，OK？我没有在讲什么，可是如果你不能保证东西，你那时候就不应该这样有信心的跟我们讲。我只想要全部人都可以去买到那个淘宝，我也真的是很希望他可以在那边，因为里面也是我的东西，不只是你们的东西。唉，这个讲，回到了，就是没有那个责任去跟你们讲，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来这样子。我跟你们讲，是因为我想要你们全部都可以拿到一个美美的衣服这样子。可是我只要美美的衣服，开心吧，可是有美美的衣服的话，穿不到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有美美的衣服，我们只是拿到，而且我们拿的是泳装，泳装的话在 KL 是穿不到，都是要在海边啊，就是买了在泳池。这如果没有保证的东西，就不应该给大家信心买美美，我们就可以去其他地方省下那个钱去其他地方。这样你去外面买哦。怎么你那时又要叫我去跟你买淘宝？是那时候就是你给我们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才一起去买这样子嘛。这样那时是因为你自己信任我吗？不关我的事情啊，那是你自己选择信任我。你可以这样子吗？你可以走吗？你一直在里面做什么？可以过了过了，淘宝罢了 ，OK。怎么我关你事情？每次在我在跟他讲话嘞。我知道你在跟他讲话 ，OK。不要吵了 ，OK。怎么什么东西？真的不讲道理，有很难看，你懂什么？看到了嘛？怎么这样？没有是很过分。哎，我知道是你帮我买，可是是我们的钱耶。不要吵。我又不是私吞那钱，又不关我的事情。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是你的事，也不是你的事。你付给淘宝，又不是付给我。淘宝的错。吵架。不要讲话。够了，走开，走开！这是我跟他的事情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讲到一样的话。我的妈！你听我，你讲啊，什么事？哈哈哈哈哈！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女朋友刚刚进来，我就觉得这么好，在这里谈什么？所以你走啊，我很搞笑啊你！你帮我找谁？我找阿鱼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？你们淘宝是真的到不到还是什么？真的没有没有个，明天到啊，明天到，不知道。哎呦！我们就是一直在想，吓到你，我们猪塔又空降。好惨了！你们我浪费我十分钟，我要喝酒。所以我不敢。
哇，然后你刚才在找 camera 了的。哇，然后你们很过分，有看？那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的。你都看看我去找阿旺啊，阿旺看着我追剧了。怎么怎么？我讲你们在吵架，阿旺给他们吵啊！我觉得什么鬼哦？因为我们就是宝，他我们就是在等 Ryan 回来，然后我们就讲我们一定要吵到哦，真的。你去叫打架，然后叫你去叫阿旺来，怎么着？你真的是，你看我太了解你了，我讲你一定是找的阿旺来的。早知道我继续跟你，我在外面跟你喝酒的。哎，哇，我们真的是很成功，六六六，我们就六六六六六六六。我就祝你们的淘宝永远不会到位。Fish you， 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昨天还在外面，我把你拍了，可能。专辑 friend 哦。今天加。那你可能还是我一点心，一点。OK， 这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我们真的是默契，六六六六六耶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还有订阅哦，也订阅像米阿旺的频道耶。下次见，拜拜。